众所周知的原因呢，四大时装周在停摆了近两年后，终于在2022秋冬季全面回潮。本季呢有三个流行色，分别是血红色、粉色和黑色。在我看来呢，这更像是2021秋冬趋势中荔枝红的延续。秀场啊，大概分为两种颜色，用我的话概述啊，一个是静脉血，一个是动脉血。其中动脉血和2021秋冬的荔枝红相似度高于90%。静脉血呢，沉静、低调、内敛，更适合奢侈品销售中金字塔尖上的那些传统的富裕人群来打造日常的社交形象。而动脉血呢，明亮、刺眼、高调，更加适合 Z 时代人群这块奢侈品未来的蛋糕们在社交媒体上刺激人们的视觉神经和多巴胺，以唤起我们的感官愉悦，并带来强烈的品牌刺激。所以啊，如果你不是这两类人群，我则更建议你将这两个颜色放在配饰和内搭中使用，以及将购买它们的预算尽可能的调低，有那么个意思就可以了。让我先考考你的眼力，你能找出哪个是2022秋冬的粉色，哪个是2021秋冬的粉色吗？是不是完全没有头绪？对于男装的流行趋势来说呀，最难的是廓形的变化，而最简单的呢是流行色的调整。然而本季的流行色开始变得如此的保守，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设计师们已经感到了经济寒冬的氛围。毕竟他们比我们扛了更高的 KPI。 尽管今年上半年LVMH、开云集团和爱马仕等奢侈品巨头交出了符合预期的成绩单，但在财报会议中均透露出集团在根据时势对战略做出的调整信号，对中国市场明显持保留态度。产品策略呢，也回到了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产品和元素上。在通胀和通缩的双重压力下引发的消费焦虑，是奢侈品们当下最大的担忧。所以大家只敢用曾经被市场验证过的那些颜色、单品和廓形组合。其实啊，从迪奥的近几年的策略就能发现，尽管玛丽亚阿姨被骂得很惨，但人家的东西就是实穿好卖，叫做 R Prada 的 HOGO 所在，价格涨幅70%。大家都是在用更易接受的经典设计和更高的利润来抵消掉低迷的销售情况。那我们回到颜色上，这个粉色呀，是由紫色加白调和而成。所以如果你需要显白，那它不适合绝大多数的亚洲人。真的喜欢它，尽可能去线下试穿，如果一定要网购，记得买上运费险。在2022春夏趋势中的 All Black 依然在本季大放异彩，原因也很简单，设计师们一方面背着更高的销售任务，一方面又要面对持续低迷的市场情绪。黑色无疑最能表达他们此刻的情绪，艺术创作一定是和艺术家所处的时代紧密相关的。如果 Picasso 当年没有经历二战，那他也不会创作出《格尔尼卡》。黑色这个神秘兼具力量的颜色会在这几季中持续一段时间。如果想投资这个颜色，也可以适当的提高预算。对于喜欢全黑造型的你，记住一定要在黑色中加入不同的材质和面料，利用材质和面料间的不同光泽，让你的造型更具层次。这里我也预告一下，下期呢就是我的色彩搭配，记得来看哦。曾几何时，汪峰大哥的皮裤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嫌弃，现如今不仅皮裤重新登上了 T 台，而且更为绚丽的漆皮面料也回来了。从风衣到夹克，从西装到大衣，遍布了所有的男装单品。只不过随着人们对可持续面料和自然资源的保护，除了芬迪等几个 LVMH 旗下的品牌外，剩下的大部分设计师啊，都使用了更加环保的人造皮。如果你在追逐潮流的时候，也希望对我们的地球减轻一些负担，那么就从现在开始，让我们一起选择人造皮吧。在中华大地上，大垫肩的第一次流行是从毛阿敏1988年的春晚这件夹克开始的。解放后第一个进入中国的国际时装品牌皮尔卡丹的创立人皮尔卡丹先生，1978年第一次来到天安门，穿的也是这种大垫肩设计，也是在这一刻，欧洲的时尚理念冲进了中国人的视线。现在你去问问自己的家长，
他们大概率都有一件曾经舍不得穿的大垫肩，甚至很可能到现在仍然叠放整齐地压在衣橱的某一个位置。自从德姆纳在2015年从王大人手上接过巴利西亚加的时候，就用当时还让人无法理解的 Howard Schroeder 重新定义了品牌形象。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呀，这个是德姆纳在巴利西亚加的第一季作品，这两个是路易威登和 Prada 2022秋冬的最新作品。可以看到德姆纳先锋和颠覆的设计理念，就如同他最新一季的作品中对恋物主义的吹宠，在赚取流量的同时，或许就会在10年后有一批设计师会以一种更加容易被我们接受的方式让它进入大众流行。不过呢，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就被5到10年后的趋势买单，其实也是有点疯。换算到日常造型啊，还是 Gucci 的这种廓形更加适合我们。再简单一些，就是找到一个版型好、口碑好的西装品牌，选择 regular fit 版型，买大一个号或两个号，然后拿回来将衣长和袖长改到合适的尺寸，就可以轻松地追上这波趋势了。提醒一下呢，淘宝上正价低于500的西装或低于1500的大衣就不要这么操作了，因为他们的版型、面料和垫肩的质量不允许你这么操作。宽松牛仔裤啊，是今年秋冬季最流行的趋势之一。截止到8月30号，与去年相比 ，baggy jeans 的搜索量上升了37%。事实上呢，设计师们也用自己的前瞻性提前预测了宽松牛仔裤的趋势，并在本季强势推出。宽松牛仔裤啊，对于腿部的线条修饰更加友好。不过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有显高的需求，应该学着和朗丽一样，采用上紧下松的廓形方式。如果你同时又要修饰头肩柄，那么路易威登的上和下松的方式则更加适合你。当然，如果你没有这两个体型修饰需求，那么上宽下宽会赋予你更强的气场和造型感。但身高低于175的，我个人还是建议你忽视这个流行单品，去选择更加显高的束腿裤和锥形裤。毕竟，除了它，还有其他的流行趋势可以为你选择。春夏流行的毛背心呀，依然延续到了秋冬，原因呢也和保守有关。这里呢只提醒3点：一，今年最好只单穿，不要在里面搭 T 恤或衬衫；二，头肩比不足1:2的，请选择过肩的设计；三，不需要显瘦的，选择棒针织法；需要显瘦的，选择平针织法。自从巴利西亚加跟 Crocs 联名了几个高达4000人民币的鞋款呀，秀场便陆陆续续地出现了类似的鞋型。原因呢也很简单，一是对疫情生活习惯的延续，二是可以引发讨论度，割一波流量。所以啊，对于这个趋势，我个人更推荐的是直接把之前落灰的 Crocs 拿出来洗干净穿上就可以了。对于普通消费者，迪奥的手工刺绣并不值得这15倍的差价。如果说 Crocs 是这个时代对于舒适的代表，那么尖头鞋就是这个时代对于造型的代表。尖头鞋呀，可以说是所有鞋型中最不舒服的一种，但又是所有鞋型中最修饰身形的那一个。由于尖头的设计啊，会拉长脚背的视觉延伸感，所以穿上后会有明显的增高效果。特别是我一直推崇的切尔西靴，如果你还没有这一双鞋，是可以重金投资一双的。在这次的树人改造中啊，我也多次使用了它。好了，这就是今天全部内容。最后提醒，经济动荡的时候，多花时间学搭配，少花money买衣服。毕竟时尚意识，风格永存。我是小先生，